娱乐因香港的缩影开始。各位亲爱的游客，大家好，我是娱乐因，是香港的旅游大使。今日我好荣幸同大家介绍香港。我觉得购物天堂的美誉最能够代表香港，前因有三个。第一，香港百物俱全，商品选择应有尽有。第二，购物区遍布香港岛九龙同新界，位于各区的购物商场、百货公司、同露天市集。第三，优质旅游服务设计由香港旅游发展局推行。在店铺上会贴上这些的，标志，代表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到达了优质的标准，你们可以放心去帮衬他们。香港是一个享誉世界各区的购物天堂，你们可以用合理的价钱买到你想你喜欢的东西。希望你可以到香港一游，享受一个愉快的旅程。望住人讲好吗？是啦，多谢。